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每当新的一周到来时，相信很多人都在关注音乐油腻榜的排名，小编也是如此。看到第42期音乐油腻榜 TOP 10的榜单后，特别开心，因为周深的《花开忘忧》再次成为本周冠军歌曲，达成6连冠的成就，可喜可贺，为周深鼓掌吧。小编喜欢《花开忘忧》，没有理由的那种，开车的时候会单曲循环这首歌曲，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听周深的歌曲，感受歌曲带来的温暖和力量。小编相信很多小伙伴也是如此，所以这首歌曲可以连续成为冠军，可以说是实至名归。在这份榜单中，周深的《超级玩家》排在了第三位，这也是一首超酷超飒的歌曲。小编特别喜欢周深在 MV 中的造型，尤其是戴住面具的周深，多了一份神秘感，每每位列第四。余情排名第8，十首歌曲，周深占了4首，太优秀了，为喜欢这样的歌手而骄傲。为了写这篇文章，小编特意听了大欢的新歌《这个年代》，或许是年龄的缘故，听到歌词的刹那，小编内心有些感同身受。回首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坚持，大欢有些悲怆的声音戳中了小编的内心。多少次怀疑人海里的我，面对路上的千百种折磨，原本开朗也变成沉默，活得像一颗尘埃，理想飘落风中，散落在人海，字字扎心呀。不知道你们有同感吗？说实话，大欢这首歌曲有些消极，悲伤的时候听容易流泪，不过是真的好听。还有一首歌曲小编想介绍一下，那就是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，喜欢的人是真心喜欢，好听。那么多歌词，小编必须要盯住看才能明白，身体会不由自主摆动，心情也会变得愉悦。这首歌曲进前10，排在了第9位，小编相信排名还会继续上升，你们觉得呢？湖南广播电视台承制的音乐电视作品《我们的歌》正式发布，这个消息让小编异常激动，因为周深也参与了演唱录制，看到他身影的那一刻，小编内心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，听出他们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，真的是激动万分，热泪盈眶，一首特别温暖，特别感人，特别治愈的一首歌曲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收听。胡歌、周深、万茜、佟丽娅、黄磊、朱迅、任鲁豫、宋佳、宋茜、陆毅、阿允嘎、陈妍希、麦嘉欣、钟镇涛、阎维文、廖昌永等共同参与了演唱录制。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奋发前行的精神，展示了新征程、新时代的精神风貌。该作品是集体作词，舒楠作曲，是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。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力量，为了共同的目标，大家都在努力，美好生活，齐心协力，建设更美好的明天。这首歌曲的主旋律就充满了正能量，越听越觉得热血澎湃。小编觉得中间那个吟唱是周深唱的，大家觉得呢？非常好听，非常震撼。音乐电视作品《我们的歌》发布，胡歌、周深、万茜、宋茜等人演唱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听歌，可以搜索中国艺术报微博主页，里面就有，不要错过呀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